于雅雅就是没有任何的作用啊。哎，你那头贴真的是很白痴哎、欸！不是头贴，明明很可爱。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？傻死了！不要再玩牙牙了啦，这是玩的技巧色。我怎么配对成功，然后我还卡在那个界面啊？哦，你还没进去啊？完蛋了！没关系，这场应该要输了。高峰凯撒牙牙辅助，这场要怎么赢？我走射手是不是？然后我遇到雅雅每一场都是输的，你知道吗？但雅雅是一个好名字，他妈的，真的是这样对我雅起来不雅。我今天是被雅起来，是要多气？不是，他还对我带狂热哎、欸！哇，真的雅起来了，完蛋！看这场是来乱的，是不是啊？哦，我的天啊！你看对面的雅雅有造型比较好看、哦。完了啦，我要走哪一条啦？完蛋！喂，你是魔龙路嘞？哦。一只的是魔龙鹿，是完蛋了，完蛋了。从以前到现在的版本都是魔龙鹿只有一只。哦，不好意思呗，对不起呗。你看他就是只是附在你身上，然后不知道在干嘛。我太秀。白痴哦、喔！我明明有雅雅，为什么还要？我明有雅雅还要弄输人家是怎样啊？那个角色是你没有用吗？有啊，他让队友压起来啊！哎、欸，白痴啊！完了，牙牙救我！完蛋！钟律师不清兵耶，我好高兴哦！他还闪过来，然后刺我的兵线。不是，这不是我的兵线，这是他的兵线。完了完了，傻眼什么傻眼啊！啊，你选那个凯撒，可以个屁！对面的艾里大招有什么减伤？他确定要闪我，他确定闪我，我确定要闪你。哎、欸，你很派哎、欸！啊，他就残血啊！哎，残血！不要附到我身上啦！不要再有那个跟在我身上了啦！是要多嫌弃？哎哎哎哎哎哎！完了完了，很嗨啊！完了，我这边很嗨。你看那个雅雅，什么事情都没做，竟然要助攻！白痴哦、喔，上路很多人啦、啊！因为我们的辅助是雅雅。不要在我身上了，就真的没有用喽。不是你跟在我身上也没有用啊，大哥，你去帮一下什么？去帮忙就是踩一下视野也行啊。虽然你这个角色好像也不能踩什么视野、啊。很棒嘛！啊，你看那个雅雅什么事情都没做，就捡到助攻。白痴哦、喔，雅雅原来那么方便哦、喔，那我要玩啦、啊，我直接挂在你身上挂机啊。你玩的时候我就不跟你玩了。这样子啦，不是啊，那只角色就没有什么用哦。他、啊、那个角色不是你玩什么爱丽丝，我宁愿你玩爱丽丝。哎、欸，是不是？我刚刚是不是把对面罗尔杀了，秀一波啊？有啦，他帮你加速了，喜欢吗？没有用啊，我根本没有用，我那个我是星魁，我要加速干嘛？妈，他真的是寄生虫哎、欸！寄生虫不是、啊，他就在那边，我所有我经济带那么高啊，他就一直吸着我的奶子，他白痴！妈的，这个垃圾角色，然后你还给我抢我头靠背哦！你的头都在我身上，我这个会战全部直接多了四个助攻，还不错吧？而且啊，等下我就不跟你玩，怎么行？欸我真没办法，真的。哎、欸，我现在才发现身上我身上有雅雅，靠边。对啊，不然你觉得你头上那颗南瓜是什么？就没有勇气啊。不管我不想带线，我要去打架。你去打，你可以跟对面那只卡芬尼打，你们都有雅雅。好，谢谢。然后他马上没有人守塔哦。傻小，他结束了，三小啦。
又是雅雅，到底为什么一定要玩雅雅？白痴哦、喔，我又打射了手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要秀一下我的颈啊，还行的，应该啦。平常我就已经很难相信这句话，这场是雅雅输的，但我更难相信这句话。我想你这场应该不用火了，我看到对面是谁打赢。哦，怎么是蝙蝠侠啦？来赢这场好不好？这场伤害超过我，伤害超过你是不是？对对，我就请你吃一次饭。你是射手哦，你是 C 位哦，应该很简单吧？哦，请吃饭哦，哦，哦很大方嘞。所以你意思说我平常不大方吗？没有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哇靠！啊，怎么冲出一只超人？他妈的！完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那个雅雅，注意看那个雅雅。完全没有用，完全没有任何的作用。他如果是辅助，别的辅助可以给他什么帮忙挡伤害跟一点成伤，啊，结果他给别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哇，既然你讲了那么多，我还是存钱买一下雅雅好了。哦，那我一定封锁你。你看那个雅雅，哦，那个雅雅就是没有任何的作用啊，他就只是抢了我一颗头。你是要多激动啊 ，Yes。我是刘宝杰啊！看他把我兵器压我，给我空花哎！干！哎，完了！再见各位，再见了世界！哎、欸，原来雅雅跟着那个潘英的影，然后潘英回去呢，他会变回去哎！哇！我真的不太想知道，听到你什么科普那个破脚的名字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那个雅雅真的什么事情都做不到啦，雅雅真的不优哎、欸。所以雅雅来帮我。没有没有，我先讲，我没有针对玩雅雅，我是觉得这个角色就是没有用。那个雅雅是就是个没有用的角色，你知道吗？他是不是不行？你可能玩别的辅助会超强的，然后结果你就玩就是没有任何前途的。快点哦，你这场伤害要超过我。完蛋了啦！我这场打超烂。完了，我看来跟吃饭无望。要死！完了，雅雅。我的天啊！完了啦，我零五零啦。蓝色可以退了，你被抢，被抢，被抢！我被呛了，我被呛了。你被呛，我怎么会这么开心？啊！哎、欸，我们的家，我们的家，我们的家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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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场已经输了，这场已经输了，上输了，这场已经输了，来不及了。我们来看雅雅的心病能力，有很强，很强，很强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啊，哈哈哈，安尼无啊。来哦，来哦，看伤害哦，我37.4，只有10.2。射谁？你玩海洋。好啦，那个艾莉的名字叫艾莉，他会不会专精艾莉啊？你再问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问题，连那种4岁小孩子能问的都比你还有意义。你看他听你一讲，他就换绮罗了。我们这场已经赢了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对面有艾亚，我们这场已经拿下了一个胜利。真的真的，我跟你讲，这场已经赢了，我找不到输的理由。输的理由？哎、欸，我打辅助哎、欸，自己穿我的辅助装哎、欸，完了完了，输的理由出现了吧？我跟菲尼克互点谁会赢？不知道，我没打过射手。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，哎、欸，我打的赢大家了，我直接秀一波，所以我们这一局有赌注吗？哦，你赌啊，来，我伤害如果比你高，好不好？吃饭啦，请吃饭的啦。完了完了，你们上面有，哈哈哈哈，舒服。哎、欸，你们上面怎么输了？我不知道，可能是我回家了。哼，确定？嘿嘿嘿，跟你讲啊，这场啊，好不好？嗯，靠我了。想到一个雅雅可以帮我的脸，就是我开袋的时候，古龙拉出去了啦。哎、欸，三小啦。
那是菲尼克的法球开超好哎、欸，叫做凝霜宝珠。法球嘛，让我想到了你一个经典操作、啊，白出啊、哦，以米代小法球嘛，养猪流。对不起咩，直接第一个桩直接出哦，你的那个辅助石头不是那种白色，是黄色的。白痴，我是输那只菲尼克啦。你不是说伤害要比我高？我还有机会，我还有机会。完了，没机会。白痴，你可不可以去送一点头啊？你的战绩蛮好看的。白痴哦、喔！不要走，不要走！是叫你送头啦，你是在……不用，我来送头啊！靠背哦、喔！哎，等下！完了完了！我一直在送头呢，我一直在正常发挥呢。你已经害我掉19颗星，我已经不怎么在意了，我已经不怎么觉得哇，你送颗头哦，已经到就是没有那么在意那种。应该是20颗星。哎、欸。白痴哦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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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白痴！好的，谢谢。你前面的开局不是很强吗？够炫耀，赌注还有吗？别忘了，我是想成为全网最雷啊！打得好就不是我啦。好啦，你要死了！白痴哦，菲尼克，不要！啊！救命！啊！七颗，不如我们来赌，我会送几颗啊？啊！为什么全部都死掉了？好问题。我只是在带线而已。好坏哦！哎、欸！我靠！完了！完了！你伤害我还是没有比我高啊！白痴！